哎，伙伴们辛苦啦！哎，你讲这句话真的是，蛮刚好的。而且你怎么会叫我们伙伴呢、啊？你又没有出力。伙伴，康哥今天不辛苦啦。你今天是小康子。那我们火力全开吗？那个房子我没盖吗？这个草皮我没铺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给郭先生掌声鼓励。真的。不会，康哥，没问题啊。我不知道你要来吃饭，你都没做生意今天，你都没做生意今天。这句话中了，果然是一看完就知道，原来是个釘釘大会啊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哇！哎，好哟！哇塞，很么帅！哎，他为什么把车子开进来？嗨，你是今天的我要定位，你有名牌。不是，你有名牌，我名牌就名牌是来做事情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我来吃饭的，我是店长。好，店长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帅哦，你爸。哎呦，浩哥，郭哥，切菜，厨房，你来，好，你先去，你来，怎么那么快就上工，都没有。完全没有人想要介绍你啊，你也不需要介绍，老叫你可以先帮我啊，这个黄瓜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，这黄瓜要切成丝，哦，好，这个对你来说小 case 了，好，哎，想不到第一天就看到你呢，我今天算第一天吗？是，你第一次试营运啊，第一天就来送食了。我以为我被叫来试菜的，结果突然莫名其妙就进来帮忙。你一点就不像试菜的人，你大联盟手势。我来吃早午餐的。哎，伙伴们辛苦啦！你讲这句话真的是，蛮刚好的。而且你怎么会叫我们伙伴呢、啊？你都没有出力。伙伴，康哥今天不辛苦啦。你今天是小康子。那我们火力全开吗？那个房子我没盖吗？这个草皮我没铺吗？那个山上我没去砍吗？你为什么那么爱计较？讲你两句你就要这样？好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给郭先生掌声鼓励。真的，因为今天一来就元浩就讲说，今天厨房有了郭先生以后呢，如鱼得水。没错，因为他学习能力真的太快了，做过一次之后。他迅速的就能够升任，太厉害了，对，把其他任务接下来。好，谢谢你。不会啊，康哥，没问题啊。我不知道你要来吃饭，你都没做生意今天，是，这句话中了，果然是一看完就知道，原来是个釘釘大会啊。